穿低胸平口黑洋装，拉队女神林湘性感出席签书会，朝气蓬勃地向粉丝打招呼，但她前一天才透露身体健康，亮红灯。拨开两侧头发，头皮发量超稀疏。林湘16号突然在 IG 上 po 出药包照片，说自己严重落发，头顶秃一块，还有短暂听不到。是造型师在帮我造型的时候发现两侧，然后跟后面一点点，就是平常心去面对。林湘透露自己压力大，工作满档，每天工时平均长达14到18小时，似乎是因为睡眠不足加上食欲不佳，才会出现鬼剃头症状。就比较焦虑一点点，但我会好好调试。就可能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好好放松。九月有慢慢稍微好一点点，但真正比较有多的时间放松是10月啦。24岁林湘有甜美脸蛋和火辣身材 ，IG 上超过130万人追踪，推出了写真集，开卖30分钟就完售，销售2万多本，也卖到全球。近期活动满档，代言陆续上门，人气高，酸言酸语跟着来，林湘身体出状况，粉丝都很担忧。他的活动我们就尽量支持，然后我们就会尽量的鼓励他，支持他，就希望他那个身体可以好一点。我正在努力的调试，然后整理自己的身心状况。林湘说：“感谢粉丝关心，会努力调试，让工作和身体健康取得平衡。” TVBS 新闻刘立成、张启云台北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